国实境秀《乘风破浪的姐姐》第三季更名为《乘风2023》，聚集了33位女星同台，成功在网络上掀起热议。其中来自日本的歌手美依礼芽，虽然在初舞台中只获得了第七名，但她的人气投票中却已超出第二名，高达3000万票的惊人成绩夺冠。美依礼芽为此特别发文，向支持她的粉丝们表达了感谢之情。她在文中写道：“在中国感受到了很多很多的爱，包括来自节目组姐姐们以及来自歌迷们的爱，因此她也想要传递更多的力量以及更多的爱来回馈大家的支持。”她也透露自己正在努力的学习中文，希望下次能和粉丝们更开心的交流，令粉丝们感到十分期待。Bye.